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虚拟怪物293到296，给我下来。汉总是先开，愚人之力看不见的手剩余怪物成就297到306，摧枯拉朽狼族盟约来谈，来补来输出我来，我见我征服班尼特要让五307到309，运气及实力，霹雳闪雷真君美妙旅程，续从云邀约任务310到312，会员食药辣椒英雄猪血退散。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虚拟怪物的成就，我们需要在队伍里面准备一个有范围性伤害的角色，再准备一个中剑角色。好，准备好之后来我们打财地图，来到维魔庄右上角这个铁皮点，到铁皮点之后我们把视线转到东北方向小地图的右上角，我们来找这只飞着的驯兽。第一的成就是需要我们击落有翅膀的飞行驯兽，我们用技能或者是重击把它击落在地上，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一的成就。好，拿到成就之后我们把视线转到西北方向小地图的左上角，我们去前面这坨苹果树下去找那两只镀金旅团，我们要找左边这一个，右边这个可以先清理掉，然后等他对我们释放记忆的动作，他会说一句过来吗胆小鬼，我们抱他的头就能拿到第二的成就，感觉原爆是在我等算来。我们再打开地图，这次我们要来到翠林统训的副本小地图的最左上角这个 TP 点，到 TP 点之后我们不找 BOSS， 从面前这幽洞方向跳下来，我们去找下面的几只驯兽。A 的成就需要我们见证驯兽间的互相伤害，来之后我们去拉一下其他种族的驯兽，之后站在驯兽的背后等它吐泡泡，帮助其他种族的驯兽，我们就能拿到这个成就。拿到之后来我们再打开地图，这次我们要来到沙之眼左上角这个TP点，到 TP 点之后我们把视线朝背后转去找这几个元能咒装体。第二的成就是需要在不破坏元能咒装体隐身的情况下把它击败，伤害够的小伙伴也可以一套技能把它带走，也能拿到这个成就。我们就是找到它的隐身体，然后用技能把它击败，就能拿到我们的这个成就。这个成就拿完之后我们虚拟怪物的成就也就拿完了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我现在在奔蓝岭的这个蓝王副本，我们有一个成就是需要和小伙伴一起挑战蓝王，这期视频也是和小伙伴们说一下我们怪物成就的收集。怪物成就收集不管是包含在天阶万象还是挑战者1到6我们都已经拿完了，意思相逢也和小伙伴们说过，这里面都是和其他人一起挑战世界 BOSS 或者是走本，只有这个挑战者1里面还有3的成就，一个是这个一起通装秘境，通装5次20次和100次可以获得3的成就，然后下面这里又是去其他小伙伴的世界采集物资，采集20个和50个也能拿到3的成就，最后就是张才这个狼族盟约，其他都带小伙伴们拿了，这个留到了现在和别的小伙伴一起挑战奔狼岭的王者。这个成就拿完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成就叫摧枯拉朽，就是这个完成成就的条件是需要我们的暴击伤害达到5000、20000和50000，这就需要小伙伴们有一定的角色练度了。这个成就是在天地万象里面的，那么这个成就拿完之后我们的怪物成就就基本收集完了，唯独还差一个是在道七，在道七的这个踏背沙就有一个东翼，有一个多于他的，把他复苏之后
在规定时间内把它击败，可以拿到一个大物业的成就。不过这个成就和他的任务有关，所以我会把它放在世界任务里面。那不算这个成就，我们在大世界中和怪物有关的主要成就就拿完了，不管是大世界的怪物周本还是世界 BOSS， 我们就终于又完结了一个篇章。拿完这两个成就之后，我们就去到期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邦尼特的邀约任务带来的成就。邀约任务我怕小伙伴不知道在哪，来我们点台任务列表，然后找到左下角的传说任务，这个就是我们角色的邀约任务，它需要钥匙来开启。钥匙的话，两天每日委托可以获得一把钥匙，这个是邦尼特的。另来我们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支线，这些支线是怎么分出来的，是需要我们选择不同的对话，又是不同对话所触发的支线，小伙伴们可以暂停唱一下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结局六，它需要我们一次解谜成功才能拿到成就，这就是解谜视频。爆掉之后它会让我们去触发机关，上面的火把数不是正确的顺序，我们需要先点三再点一最后点二，要不然是错误的。来我们点一下，这个是三，然后是我们的左前方，这个是一，点完之后看向我们的右手边，这个是二，一次答对就能拿到成就。乐于成就小伙伴们顺着剧情做就能获得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重云邀约任务的三个攻略，就是对话分线图，以及中绿色的三个对话要全部选对才能拿到第一的成就，二中要和他们玩捉迷藏，这个视频带大家找他们藏在哪。对话完之后，我们把视线转到西北方向小地图的左上角，他藏在这树后面还捂着眼睛，这是第一个要和他对话。对话完之后，我们再把视线转到背后，我们这里走上来，然后唱向我们的右手边，我们下台阶，重云在这，也是要和他对话。对话完之后，我们再从这边走过来，再接着房子后面最后一小朋友，唱向我们的左手边，他在这。按照对话全选一遍，小伙伴们会发现还有剧情没有解锁，但是没有成就，就留点小伙伴们自己探索吧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